清理，不计得失，胸中有全局，天下事一举起，棋局中看天下，看天下啊。旁观者清，当局者不要命，输棋不输人，可贵有士气。小姐，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咱们随时可以准备出发。好啊。妙意。嗯。你们得留在这儿。什么？善郎，你说什么？这次我不能带你同去。君儿。啊。你要好好的照顾好小姐。你说过永远带我在身边，永远也不会离开我，你不是说过的吗？不错，这是我的承诺，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。只是这一次要例外了。永远的承诺也会有例外？只要你安全，我宁可毁了我自己的诺言。安全？难道这场仗你没有把握？张邯这厮非泛泛之辈，而且他坐拥40万大军。没有把握的仗，你也要去打？你是想为叔父报仇？就算死？代天之仇，不能不报。那你就不要妙意了。此匕首跟随我多年，我把它送给你，见到它就如同见到我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身边的。我走了。不，我绝不让你走。向将军，是出发的时候了。嗯，义弟，为兄的来给你送行了。啊，多谢义兄啊。武安侯竟然关心起我们来了。哎，义弟今日要去迎战的是秦军的主力，为兄的自然要来相送了。此去几路，我看要不了多久，这关中就会落到武安侯的手里。哎呦，我可没这个想法啊。哎，义弟，咱们俩是兄弟一场，你走了以后，我自会留在彭城。你嫂子她肚子，哎，等你回来啊，由你亲自取下关中。那怀王要是下旨让你攻取关中呢？这要是君上有令，我当然得尽力而为了。若是我真的能进入关中夺取咸阳的话，那……我也等义弟呀，我等他回来，我把这关中让给他，让他来做这个关中王，哎，以表我俩兄弟之情谊嘛。哎，义兄果然高义啊，小弟感激不尽。
哎呀，这是为兄分内的事情嘛。武安侯果然是厉害呀！你看，好了，义兄、嫂嫂，我们就此别过了，出发。夏郎，夏郎，夏郎，我知道此战，你是抱着必死之决心，所以才会扔下庙仪不管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向郎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自己。但是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回来。如果你失约，妙仪生时像家人，死时像家鬼。妙仪，妹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向将军，我和于军是结拜姐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多谢嫂嫂。出发！站！走！走！杨姨，自己保重。项羽此番出征啊，定是一场恶战。何以见得？要不然，他怎么舍得丢下美人，独自去出征啊？你不会又想打虞姬的主意了吧？这男人爱美人，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去骊山那阵儿，你那个表哥不是也打过你的主意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什么事儿不知道？我去骊山，也是你和你那个表哥的主意吧？胡说！你别紧张啊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没有背叛我。我们二人能够走到今日，我还要多谢谢你。阿邦全仗着骊山之行，才成就了今日的业绩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早点睡吧。好久不见了，哎，头羊啊，你可是这一群羊的头啊！从此以后啊，你再也不需要牧羊人来摆布你了，你可以领着这一群羊啊，自由去行走了。将军，向将军求见。啊，知道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是。上将军，有什么事啊？我大军已经在这里滞留了整整46天了。那又如何？现在秦军大举围攻巨鹿，赵国十分危机，我军应该北渡黄河，楚军在外
赵国在内形成夹击之势，必可大破秦军呢。非也非也，秦兵拥军40万，而我等只10余万楚兵，强弱太过悬殊了。我们首先要保留实力，秦军击赵，就算取得胜利，秦之兵力必衰，我们即可乘其疲惫，一举破之。秦军若被赵军击败，哎，我们亦可擂鼓出兵，尾追进击，亦可破秦呐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要按兵不动，使秦赵互斗，我们坐收其利。哎呀，要说冲锋陷阵，老夫不如你；可要说运用谋略，你就不如老夫了。上将军言之有理，以逸待劳而得胜，实在没必要去冒险。莫将军倒也有点目光。既然计策已定，那我们就先回营休息了。啊。父亲大人，以项羽的直性子，再加上他跟章邯又有杀叔父之仇，很容易会令他造反。我就是要迫他造反，他一反，我就以违抗军令之罪拔了这口眼中钉。到那时，我就可以顺利地接收他的项家大军了。这是陛下的密旨。香儿啊，乱世之中，最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呀。怀王已经不是初被拥立时的怀王了，他有他的打算。咱们爷俩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。你明日下一道军令，我军当猛如虎，狠如狼，贪如羊。如有桀骜不驯、不服从军令者，一律以军法诛杀。这便可见项羽小儿死地。是，父亲大人。季将军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们应当等。等什么？宋义如此对我，他是看错人了。哼！季将军，可那宋义是大王派来的上将军，职位比你高，压在我们头上，我们能把他怎么样？还是听范先生的话，等待时机。我不管他谁，谁要敢阻止我攻打巨鹿，他就是我的死对头。季将军，大家跟你的心情一样啊，我们不妨暂且忍耐，寻找时机再做打算。那宋义早对我们居心叵测，如果你再草率从事，必然会给他留下口实，到时候他再到楚怀王那儿去揍我们一本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军令如山，我们还是暂且忍一忍啊。怀王，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如果没有我，他有今日吗？再说那个宋义，只不过是他身边的一条狗。季将军，这种话以后还是少说为好。为什么不说？事本如此。事情即使是这样，那聪明人也要讲究一个审时度势啊。那楚怀王重用宋义，而他自己又是野心勃勃，如果你和宋义硬碰，再激恼了楚怀王，那我们的事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我们现在应该以稳妥为主，保全我们的实力呀。季将军，范先生说的不错，我们还是等待时机，等他给项梁将军报仇的那一天，我一定杀他个昏天黑地。不用多说了。好，我就再多等这次两天。他可千万别把我给逼急了。我向计对天发誓，谁要敢阻止我为我叔父报仇，就算他是天上的龙，我也要拆他的骨，抽他的筋。上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在安阳驻扎下来，等候时机。
特此责令末将即刻向大王禀报，以解悬挂之心，敬请恭候大军凯旋消息。退下吧。是。大王，这宋义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出兵多日了，为何迟迟不发兵以解围赵之急呀？是啊，大王，李煜大人说的不错，宋义此乃受大王之命，亲率大兵出征，以解围赵之急。可时到今日，依然按兵不动，不会有什么变化吗？大王，陈大人所说的正是臣所担心的事情。现在天下大乱，人人都难免怀有私心。宋义他会不会？不会的。宋义对寡人一直忠心耿耿，更是老于经验，善于作战，我们不必为了担心。可是大王，寡人说了，尔等就安心静等宋义凯旋的消息。大王，好了，今日上朝就到这里，寡人要及时处理，退朝。现在哪儿？小姐，于姑娘，于姑娘，于姑娘。大王，妙玉不知大王前来有失远迎，还望大王见谅。哎，于姑娘，快快行起，快快行起。哎呀，真巧啊，我们怎么在这儿碰上了于姑娘？大王，怎么突然这身打扮了，又想溜羊了？于姑娘，你看，这像不像我们第一次初遇时情景啊？那时的米心，只不过是个赶羊的，有幸遇到于姑娘，才改变了寡人的命运。其实啊，寡人从未多谢过于姑娘。大王不必言谢，你是楚王后裔，本当为王。妙意只不过是机缘巧合，成全了这件事情罢了。于姑娘情谊真是可信可敬啊！寡人一直视于姑娘为寡人的救星，而且还是为寡人的知己。哦，你我之间可以不必拘什么君臣之礼，我们正可以坐在蓝天白云下，一面欣赏好风水，一面可以好好畅谈一番。妙意不敢。有何不敢？寡人遇到于姑娘，才改变了寡人命运。不然的话，恐怕到现在米心还只不过是个放羊的呀。大王此言差矣，解救大王是上级将军的功劳，与妙意无关。这只小羊怎么受伤了？哎，于姑娘。寡人想求您事儿，不知可不可以？什么事？于姑娘，你看，这是小羊刚刚摔坏的腿，能不能请于姑娘为他诊治啊？好啊，那我就把他带回家，医治完之后我再送回给你。嗯，小姐，我帮你。真是太谢于姑娘了。大王，庙已经出来好几个时辰了，我怕家人惦记，还是应该回去了。哎，于姑娘。我们约了沛公夫人，时辰到了。啊，妙意先告辞了。这，乖，别动哦，马上就好了。他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嗯，我们可以把你送回家啦。小姐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们把他留下来养吧。这怎么行啊？他一定想回家的，走，我们把他送到怀王那去吧。来来来，大王，雨晴，雨晴，冷清，大王，哎，于姑娘来了。于姑娘，
于姑娘来的正是时候。大王，小羊羔完全康复了，我来把它送还给您。真是太谢谢于姑娘了。来，把它送回去。那妙姨告辞了。哎，别，于姑娘，寡人今天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走的，一定要留下来接受寡人对你的敬酒。大王的好意妙姨心领了，妙姨只不过是个柔弱女子，哪有什么能力帮助大王啊，请容妙姨告辞了。哎，于姑娘，寡人今天一定让你留下来，请。于姑娘坐。周爱卿，今天请与我一同敬于姑娘一杯。于姑娘可是寡人大救星，没有于姑娘，便没有寡人的今天。寡人今天要当着众臣的面，向于姑娘当面表示言谢。不，大王言重了。大王能有今天，完全是项将军的功劳啊！这，来，我们大家共同敬于姑娘一杯。没有大王，就没有我们今日啊。大王应多谢于姑娘才是啊。我看呢，大王应许身以报才可呀。啊，上主国言笑了，世间哪有男子许身女子之意？这，那。于姑娘许身大王也一样啊，也可尽表大王一片之情啊！啊，好，以臣之见，大王对于姑娘如此情意，不妨将于姑娘立为储妃，便可以与于姑娘共同分享这份福运，坐享天下。哦，啊，于姑娘，寡人今天要和你共同干了这一杯。这，对不起大王。这，我家小姐今天身体不适，这杯酒啊，居儿代劳了。这，是啊，大王，妙玉今天真的有些不舒服，就让君儿带妙玉喝这一杯吧。好了，小姐，酒已经喝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啊，大王，妙玉告辞了。于姑娘，于姑娘，于姑娘。小姐，算了吧，别多想了，反正他又没把咱们怎么样。我看呀，咱们以后离怀王远点就是了。怀王今天对我这样，难免以后不对我起非分之想。看来彭城我们是待不下去的了。啊，待不下去？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哎，我们去找项将军吧。不，项梁一心想着为叔父报仇，才会离我而行。我绝对不能去找他，耽误了他为叔父报仇的事儿。那我们去找刘夫人去。刘夫人，嗯。姐姐，真对不起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和沛公。姐妹之间还客气什么呢？是不是想念项将军，想和姐姐说点心里话？不是的。我听说沛公的大军就要出发了，姐姐也会跟着沛公一块儿走的。那庞臣就只留下我和俊儿了，我不想孤身一人留在这儿，我想跟姐姐一同上路，这样我们姐妹二人可以作伴，我也可以一路上照顾姐姐啊。妹子，你是金枝玉叶啊，随着大军出征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一路上……哎，没问题啊，这一路上有我们照顾于姑娘呢，怎么会让于姑娘受苦呢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也答应过义弟要照顾于姑娘的，那这下就应该兑现了嘛。哎，你们又是金兰姐妹，也相互之间有个照应，我看这事儿行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给沛公和姐姐增添麻烦了。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。君儿，好好照顾小姐，夜里小心点儿。
告辞。别白费心机了。我送还不行吗？我还不清楚你啊，刘季。劝你还是忍一点，免得自找麻烦。行行行，我不跟你扯。君儿，怎么一路都不说话啊？小姐，我觉得我们跟沛公他们走有些不妥。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？你没看见他看你的眼神啊，恨不得把你吃了一样。我们要是跟他走，那还不是羊入虎口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现在的天下哪没有虎口啊？不过还好现在我有一个金兰姐姐在沛公身边，她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小姐，我觉得那个刘夫人可不是等闲之辈，我担心她比沛公更厉害。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结义之情，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武安侯，刘季不知大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大王恕罪。武安侯请起，众爱卿免礼。武安侯，寡人曾经说过要亲自为你送行，怎么也不等寡人一下就提前出发？刘季感恩大王的信任，更是为大王建功立业心切，所以才急于出兵。好，那寡人就预祝武安侯早入关中，兑现于寡人的诺言。刘季时刻铭记大王的约言，此行一定不辜负大王的信任。于姑娘，于姑娘，你这是去做什么呀？妙意早就和刘夫人结义金兰了。知道姐姐和沛公要远征，担心姐姐一路上没人照顾，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这啊，于姑娘倒是好心肠啊，可是这行军途中可是困难重重啊，你个弱小女子，万一……哎，大王多虑了，我的千军万马保护于姑娘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于姑娘伤一根头发的。既然武安侯这样誓言会保护美人，那寡人也不必多说什么了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大王，我等要出发了。好，那祝武安侯早入关中，旗开得胜。多谢大王，告辞了。大王，妙姨也告辞了。什么事啊？我身子有点不舒服，过来陪我说说话呀。好啊，马上过来。小心点啊，妹子。臭女人。
乡贤弟能到那齐国给田福做这个宰相，那是给足了他面子。希望乡贤弟到了齐国好好治理那里，给咱上将军脸上增光啊。祥儿，听到了吗？请父亲放心，祥儿谨记父亲教诲。好。诸位，今天这里没有其他人等，我宋卯也不妨跟各位直说，让香儿前往齐国，乃是为老夫先安排的后招。此话怎讲？在怀王麾下，老夫只不过怀王身边一员，拥立怀王的乃姓项之功劳。如果有哪天姓项的看我宋某不顺眼，恐怕宋某的人头就不保了。况且京回派兵攻打章邯军，对方人强马壮，连项梁都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我怕此次任务也未必可尽全功啊，所以不如再谋后路，为自己安身立命。上将军果然是高知远见呐，将来乡贤弟在齐国干出一番大事业，那上将军就成为齐国的重员了，到时候倒要多照顾照顾我们这些兄弟啊。好，祥儿啊，大家可都看着你呢。嗯，来，都满上。将军，上面什么时候让我们迎战呢？是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士兵们哪还有心思打仗？大哥，真得想想办法了。大军在安阳一住就是40多天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怕弟兄们斗志都没了。配英雄，今天就让他陪你喝上一杯。侯爷，您喝一杯。什么美女英雄？这儿没有美女，也没英雄。阿鹏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一天都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怕嫂子跟你耍脸啊？不，今天的事情我老婆不知道，大嫂她也不知道。邦哥，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怕起老婆来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闹吧，我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，小姐，我没听见有声音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没有听错，刚才就是这里发出声音的。要不我去看看。妹子，是我。是姐姐啊。姐姐，你等一会儿啊。你不方便就别出来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小心夜里有狼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脸了你！怎么嫁你这不要脸的男人？那得问你爹了。哎，是他主动把你许配给我的，我又没主动提亲了。你这无赖呀你！三更半夜跑这儿看女人洗澡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说出去，我都替你脸红。哎，我脸还没红呢，哎，你红干什么？我看她洗澡怎么了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女人啊，早晚是我的人，我这辈子还非把她弄到手了。好啊，刘季，我替你生儿育女的，你心里想着别女人啊？我没说不要你啊，啊，我说了吗？哎，你说这个世上这男人看见漂亮女人，哪个他不动心？我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别跟我刘季过不去，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原配。我真糊涂了，我干嘛跟你生气？真是太不值得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行，你知道就好。以后啊，你就少翻这种空的醋坛子。刘季，我也不是那种小女人，把自家男人管得紧紧的。你爱喜欢谁就去喜欢谁，但我警告你。别去动虞姬的脑筋。好啊，那让我怎么谢谢你呢，原配夫人？少跟我油腔滑调的。相吉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劝你还是忍耐一点，别把相吉惹恼了，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知道他这次出征是去哪儿吗？他是去打章邯，那章邯要比他厉害得很。我告诉你，这回他是有去无回，战死马上，马上我就有机会。弟兄们，啊啊！尽情的喝啊，尽情的玩，嗯，来喝，来喝，来来来来，看，来倒酒倒酒，来倒上。哎，倒酒倒酒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好好好，快点，不醉不归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了。向大将军来了，来倒上。向将军，咱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。向将军，少废话。禀将军，末将已将叛将宋襄人头取回，特来向将军复命。嗯，好，你斩杀了此人，不负众望。他日，我一定在大王面前给你请功。谢将军。回王谕旨下，众将听旨。当前勤政暴虐，专宦当权，寡人为大楚后人，忧念百姓饱受水深火热煎熬之苦，立誓联合天下志士，举义抗秦，匡复大楚。宋义为上将军，身负重命，本应率身垂范，却贪生怕死，惧怕秦兵威猛，更图荣华富贵，竟暗自与齐国勾结，更将其子宋襄送往齐国出任宰相，抗拒寡人之命，拖延战机，拒不发兵援赵，现寡人捉臣相吉
立刻斩杀宋义父子，不得抗命，钦此。宋义父子所为，实在是大丈夫所不耻。今日，我奉大王之命，将其杀之。吾等都是江东子弟，故楚之遗民，怎敢忘记当日亡国之恨？逆贼已杀，吾等更应同仇敌忾，心怀匡复大楚之志，报效大王，复我大楚天下。项将军，吾等一直敬仰将军为人，愿誓死追随项将军，杀灭暴秦，复我大楚江山。击杀秦军，我项继一马当先。一切听从将军指派。各位将领立刻回营，整修部队，听候号令，即刻攻打秦军。是。钟离兄弟，末将三。钟离兄弟，西部兄弟已经完成了计划的一半，下边就请你辛苦一点。一切听从先生安排。好，你即刻动身，赴彭城向怀王复命，就说宋义起了叛逆之心，对怀王不忠。项将军已经为怀王杀了叛逆的父子，让怀王命项将军为上将军。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？末将明白了。快去快回。遵命。亚父，亚父，我季将军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亚父，从此以后您和叔父一样称我为季儿吧。季儿平时对亚父不公，还请亚父见谅啊。都过去的事情了，不要再提他了。季儿真是心存感激啊，亚父成竹在胸，帮助继儿了却了一桩心愿，谢谢了。继儿，把话说远了。项梁公生前对老夫恩重有加，老夫接受了项梁公的托付，自当以一片赤子之心回报项梁公的恩情，协助继儿完成大业，以告慰项公的在天之灵啊。有亚父的神机妙算，继儿一定能够替叔父报仇的。继儿啊，这巨鹿一战可是一场恶战，你万万不能掉以轻心。那章邯生性威猛，作战也十分老道，用兵狡诈。他手下的将士也是秦军中最有实力的部队，你可要处处小心呢。对付他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哼，我项继不怕，就算章邯是铁打之躯，我也要取上他的项上人头，祭奠叔父的在天之灵。相逢，江河沧海。
情者留下故事漫漫品。缠缠绕绕不了情，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悲欢皆在情意中。灯红酒绿风长息，花花世界真情，有分无缘莫强求，有缘无分终成空。茫茫人海，你和我，天地人心心是。